20日，王力宏演唱会打破多种记录，唱片公司特别在庆功宴送上金色的奖杯表示庆祝，还在奖杯里倒下一整瓶的香槟要力宏喝完。好，演唱会苦练腹肌的力宏承诺要为大家献上六块肌，没想到最后美景都被电吉他巴哈姆特挡住了，让歌迷大失所望。在媒体的起哄声下，力宏还是坚持着要下次再脱。有漏啊，可是就刚好巴哈姆特在这个位置，那个是龙头啊，所以对。原本预计9月发片，却因为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而被迫拖延。力宏表示，从现在起他要继续专心为歌迷闭关制作新专辑了。从此时此刻开始，我就会把我的精力我的精神放在我的专辑上，因为 我让大家等太久了。我的上一张专辑已经有1年又2个月了，所以我现在又要回到闭关的状态了。可是我自己觉得能够出来为大家表演，为大家带来这个 Music Man 的新的节目，我觉得可以见人了，不用当宅男，就也觉得蛮爽的。